哎，没事吧？没套着吧？怎么又是你？严子方呢？帮主在忙。什么帮主？他现在是镇海将军。哦，那就是将军在忙，他让我来服侍你。啊，你别闹了，你叫他过来。你找的华人寝室吧？那个人情就是我。 喂，你能不能再划快点？我都划了一个时辰了，什么时候才算我还了人情？等本娘子满意了就算。喂，干什么？玩水是吧？我也会。你干什么？拿酒。好不好玩？上你的当了，真抽筋了，动不了了，救我！马安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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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死啊，马安妞，马安妞。 殿下，不知殿下找缓霞官有何吩咐？哎，看见了吗？看到了。你的心上人盛楚慕，他打的，你要负责。可是那天动手的。 又不止他一个人。说得好，严子方也要算到你头上。为什么？别瞒了，他是你的娃娃亲，那天打架的时候一人一嘴都说了。这两个家伙。秀子来了。 下官回去不？不行，本王要看着你补。这里又没有针线。有。不着急，慢慢缝，别扎着手。殿下今天。 好像心情很好啊。嗯，钱长史要回长安了。真的？嗯。这次我会求陛下，别再让他回赵州了。希望钱长史能够留下来，继续教导本王。跟着殿下读书，听过很多钱长史的事。他那么关心殿下，有他在，殿下应该就会快活很多了吧。 你在乎我快不快活？在乎，不过有个前提。
请殿下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下官的痛苦上。如果我把你让给盛楚慕，那你们俩的快活就是建立在本王的痛苦之上，那本王岂不成了个傻子？不好了。你干嘛？贾木过恼羞成怒了。衣服不好了，下官告退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如把咱俩的快活建立在盛楚慕身上，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下官告退。不是吧，大哥，你要我在宫里帮你看着大嫂？我怎么看？你不是侍卫吗？当职有规定。再说了，大嫂现在也算是私颜，整天在皇后的怡成殿，我哪敢去？怡成殿你去不了，那周王的凌霄阁你总能去吧？大哥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周王对大嫂有意，那有什么？大嫂对你一心一意就好了，除非你对那个什么妞别有居心，到时候大嫂心灰意冷，琵琶别抱。我哎，是不是那个到处说大哥亲了她，要大哥为她负责的那个马海妞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哇，我说大哥，你再不回见展情思，大嫂真不要你了。我跟他哪来的情思啊？那还不赶快把他解决掉？你堂堂宣威将军，总不能对个海盗没有办法吧？哎，你不说我倒没有想到。不就是因为你的新南公主让我不得不求严子方，为了还这人情我惹了马海妞。哇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要我拿她怎么办？啊啊，居然是欠了人情。大哥，你也真是的，干嘛到处宣扬啊？你不是说盛楚慕亲了你吗？我又没撒谎，他有责任娶你啊。对呀、啊、你让人占了便宜，哥哥们可不能让你吃亏。就是，哎，要我说啊，盛楚慕那种男人会对海妞一心一意吗？还不如长得实在点啊。海上长大的男人见惯了风浪才知道心疼女人。不，我就喜欢盛楚慕。海妞都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不如杀去鲁国公府，给盛楚慕两条路。第一，娶了海妞，大家喝喜酒；第二，干掉他，保全海妞名节，也行。我们现在不是海盗了，不能这么干。就这么干。鲁国公府的二郎君、三郎君想要见马娘子，难道是前来拜见未来大嫂？快让他们进来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等他们呀。人家是来见我的，你看你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，再给人家吓坏了。快走走啊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们就在后面啊，有事你吱一声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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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马娘子啊，我们这次来呢是为了……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那痛快点，几时能了结？别急呀、啊，我得准备准备。准备？这还个人情也还要准备啊？人情？不然你准备的是什么？嫁妆啊。我呸！你还真想嫁给我大哥啊？我想啊。就凭你？给我大哥洗脚都不配，想当我们大嫂，没门儿。怎么了？没话说了？嗯，吱吱什么吱？嘎嘎都没有。
几位大哥，有话好说。我盛楚俊，可是练过的。来啊！我说了，快打！那我现在有没有资格当你们大嫂啊？有，简直就是亲上加亲，强强联手，珠联璧合，富贵吉祥。早盛贵子。